香港珍皇城码头开往高明客运码头，这头将会停靠鹤山客运码头，航行时间大约需要3个小时，请坐在各个通道前排的乘客系好安全带。本前是有监视在客舱后部，为了保持客舱的清洁和大家的健康，船上禁止吸烟、果皮、纸屑等杂物，请不要随地乱扔，请投放在垃圾桶内。本船航行期间，舱门不可随意打开。如有晕船、呕吐的乘客，请提前向工作人员示意索取呕吐袋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